非常的时尚，旁边的镜子很放射，放射状叫重庆会旁边放射状，对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对，真的非常有设计感。那刚刚非常有说到了，就是快要过圣诞节了，我想问一下厂商，哎，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圣诞节让你印象非常深刻，很难忘？其实我每年圣诞节都很难忘，对的，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在家里面带一个派对，然后把所有亲朋好友请过来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馨、很重要的节日，我希望可以跟所有亲爱的人度过一起共享。所以就是跟所有亲朋好友一起过，对对对。那黄总经理呢？你有没有特别什么过圣诞节特别印象难忘的一个日子？还是都在努力的为 Omega 贡献？